然后你的重力是零，你会浮在空中。全人中学想和你聊聊下一个世代的理想教育。我们位在苗栗卓兰海拔约500公尺的小山谷中，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平等的和大人讨论公共事务。在这里，全校所有的成员都有为自己发声的权益。练习发表对一件事物的看法，透过社团联署深入各种不同领域的学习，透过司法机制互相学习民主精神与对话的能力。每一年我们也会举办秋季登大山和海洋户外探索的活动，透过自己的踩踏和喘息体会大自然给予的魔法。感谢让大自然带领我们探索不同的人文与自然环境，累积独立思考、探索未知与团队合作的精神。我们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学习。我们舍弃了教科书，以读书会的模式探讨各类文学作品，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洞见，倾听别人的想法。然后我还有把右边，透过合作、创作、对话、分享，并且尊重孩子按照自己的学习步调展开真正发自内在的学习。人的尊严是教育的起点，也是教育的目标。我们相信当人因为游戏动机而驱动，发自内在的投入与学习，这才是教育真正的目的。